到这一圈的话是跳跳糖，跳跳糖，对，跳跳糖。然后这边这个是我们特别选的木质调的熏香纸，所以等一下我会先帮你烧这个熏香纸，然后你可以闻到木质调的香味。然后你喝的时候抿一口这个跳跳糖，这样喝进去，嘴巴会跟那个酒会融合，这样子。OK， 好，我帮你点了。那当然点完的时候，你手比较摸会比较烫。好 ，OK。鸡肉汤好，小心烫哦。对，没错没错。然后这是洛梨鸡肉，洛梨鸡肉汤好，对。然后上面里面的话，我们会有加我们的墨西哥辣椒，然后跟我们低温烹调的鸡胸肉，然后加上我们的高丽菜丝，还有我们自己制作的洛梨酱。OK， 好，谢谢你。其实就因为可能有点吵，不知道他就是他介绍了，你们听不听得清楚？那我也是听完就忘记了，结束了。酒精的诱惑，无酒精的诱惑，是无酒精的诱惑，它名字叫诱惑，名字叫诱惑。OK， 好，没关系，这么暗拍不到你去做脸的。牛肉串上面有一层我们自己做的阿根廷青酱，然后再铺上核桃碎跟墨西哥玉米片增加口感。那下面的话有我们自己切的紫洋醋包、紫洋葱跟芥末，然后再趁热吃。好，谢谢你。谢谢你。牛肉很黑，看没有？牛肉串，全名叫不出来，他刚刚介绍完了。看起来很酷哎，虽然很暗，有点看不清楚是什么。上面应该是。方便面，我可以请问一下上面的一颗一颗的是什么？核桃碎，核桃碎跟玉米片。OK， 好，谢谢。然后再涂上方便面。OK， 中间有个温泉蛋，可以把它放开。Pepper。所以我就觉得它不像羊肉，它不是羊肉，但是牛肉，哎，还蛮，牛肉处理的还蛮好的，不柴，然后很嫩嘞，嫩嫩的，而且它都没有筋，然后也没有就是，对，没有筋，我目前没有咬到筋，很好咬。我又在灯光美、气氛佳的地方吃饭了。所以很暗，请你们见谅。里面超美，超亮的。我没办法介绍，我脸那么看不到，看不清楚，看不清楚。快点，快点，你快说。我不会说，我只会说，真的超好吃。你刚吃的什么？我刚吃的是什么扁面？什么什么的扁面？牛肉什么什么的扁面？对，什么什么的扁面，然后它上面会有一颗温泉蛋，然后你要把温泉蛋的就是用开，然后搭配它那个蛋汁，然后再加那个扁面啊，升天了吗？太好吃了！但我这边我跟你讲，我这个超级好喝。不知道它里面加的是什么鬼，反正真的两个喝，有凤梨味，很清爽，好像有凤梨，很清爽，仙草跟苹果，很清爽哎，很顺，超好吃。然后这是牛肉，它是牛肉，牛肉，刚温泉蛋已经。被我弄爆了，来不及录。
哦，它是属于这种面体比较宽一点点，但又不会到扁面。嗯 ，OK， 好，继续啊。那你刚刚吃这个呢？我刚刚吃那个卷饼，我觉得也非常好吃，真的，我真的是非常好吃，我才会说非常好吃。一般那种很吃下去很雷的食物的时候，我们那天就不会讲话，因为脸就很臭，然后想赶快离开，然后就是那个要走，对，赶快要走，我们去别间可以吗？我们去别的地方。那我来喝喝看我的酒。他说，你说你那杯酒旁边是跳跳糖，然后他说叫我抿着这样子喝。点的这杯，我的酒一定都是偏甜的，它是有水蜜桃的红酒，反正 anyway 我先喝，要不要喝一口？好奇妙的味道啊，泡泡啊，不是，它的跳跳糖有点黏住，所以你可以稍微舔一下，稍微舔一下，稍微舔一下那个跳跳糖。嗯，很顺，然后又很清爽，怎么形容？我很少喝到红酒是清爽的，你觉得呢？爱喝红酒爱好者，很可以，很可以，很可以，会太甜吗？可是没有，它甜是只有甜那个上面跳跳糖，然后跳跳糖都黏在杯缘了。对。够暗，看不到我在舔跳跳糖。再吃鸡肉卷饼，鸡肉卷饼，这是它的很普面，可是我觉得应该看不到，我拍照没关系。唯一记得叫什么名字就是鸡肉卷饼，但是其实它的本名全名应该不是鸡肉卷饼，应该蛮长的。对。那我就不要装。不要那杯半双不许我直接吃可以吗？可以。哦，辣椒我忘记了，它里面有那个青辣椒。哦，好吃，就是中规中矩啊，应该算是中规中矩。因为它有没有太多的酱。对，它没有，它没有酱，它是干的。它是干的。它不是花。就它很有自己的那个料理的特色，它有它自己的味道，这味道是你在外面没有吃过的。对，不是像我们一般吃的那种酱很多的酱。对。然后自己不难吃。不难吃啊。很妙。就它自己的味道，它的独特的味道。而且它的卷饼，它的卷饼的那个厚薄很刚好，卷饼厚薄很刚好，它的饼皮，它饼皮不会说太厚，然后让你咬到咬下去全部都是皮，这都是皮粉粉的这样子，然后又不会太薄，就是很容易破掉，还不错哎，知道，虽然中规中矩，但是评价蛮高，可以。吃看它的面，牛肉的面，哇，整个人好黑哦，不然我去电脑上面看是怎么样。是有看到了，然后那个酸肉，我那酱很好吃啊，这酸肉酱很好吃啊，你要多翻一点。哇，酱超好吃的，吃看它牛肉，哇，它酱好吃，牛肉好嫩哦，一吃下去都很嫩。可是因为现在冷掉的有点，刚刚我是吃。不会，还是很嫩哦。那牛肉跟那红酒炖牛肉，对，炖牛肉，我好好吃哦。哎，这个面很可以，果然我就说不要我点吧，才不会有雷。哎，那个红酒跟酱超级无敌可以，然后面也是 Q 的，好好吃哦。我得点个饭。餐酒馆，然后它的餐饮这么好吃，好夸张啊！每次去餐酒都是苦苦吃的，还有那种真的踩很雷的。好，也有那种。我踩到很雷的、啊，然后酒也苦苦。啊，这个饮料不要多说了，的这个自己饮料都好。这家新开的很可以哦。对，很好喝。然后他刚刚说这杯是
酒味比较重一点的，那我觉得 OK。放心，我们只有叫了四样，还不够，真的吃不够。它东西分量就是不大也不小，就是一般的分量。可是因为真的很好吃，我们三两下就把它吃完，然后还觉得不够，看看我们等一下要不要再加点，应该会再加点。好红哦！我们多点了一个什么炖饭，是炖饭吗？奶油炖饭，然后这上面是鸡肉的。肉灯太黄了，真是真心看不出来是什么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看到吗？你吃了一口，我们再好吃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嗯，就这样，嗯，好。然后我点了一杯愉悦，是属于那个气泡酒。我先来喝喝看我的第二杯酒，好像是以。算了，讲完我也不记得什么机理人了。哦，茶，好喝哎，好喝，我一定要告诉大家，是茶而已。对，比刚刚那好。对，他说，蒸液的香气混合清平酸甜，气泡口感愉悦跳动。它是里面有伏特加、青苹果香甜酒、接骨木香甜酒跟清酒。没有香槟。因为我都喝甜的酒的，所以他就介绍这些给我，一杯一杯喝。气死了。好喝哎，来吃看。来吃看它的炖饭。那炖饭啊，你跟我讲那个炖饭怎样？要加鸡肉下去，味道会更浓。更浓，所以它本身是比较清淡一点嘛。没有，因为你单吃的话，你会觉得，因为它就是奶油，你会觉得比较奶。对。但你再加上鸡肉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哦，刚刚好。所以它就很奶。然后就，哦，这个我可以接受。对，让它搭配。它虽然是奶油炖饭，可是它有点辣辣的味道，特别是很辣，所以你吃下去不会觉得很腻口，不会觉得很腻哎。它跟其他鸡肉带着微辣微辣，你每咬一口它都有点辣味，所以完全不会腻。哇，很好吃。我觉得饭的熟度刚好，因为它炖饭就是还是要有一粒一粒的。对，饭的熟度刚好。有够嫩的，有够的嫩，超级好吃。那口感，它有油，有奶油，有那个鸡肉的香。这里的人太多了。你终于知道一间好吃的餐酒馆。今天餐酒馆超级可以。好好吃，我快来吃。蛮有趣。这只肉又多汁又嫩，然后。很好吃啊。它跟你可以。它表皮应该是用烤的，是用烤的烟熏之类的，哇，很香。真的很嫩呢，真的好嫩啊！我的天哪，太可以了。他们餐点真的目前没有雷的，没有雷。我们等下可能会喝酒，哎，可是今天只有我喝酒，对，所以没办法再点。吃太饱。这是我最后一杯酒，叫做甜蜜，然后它的底是那个 whisky。我今天喝了几杯。我们还被请了两杯 shot， 然后都是我来喝，都是，而且都是纯的 tequila， 好可怕。然后这边他说是底是 whisky， 然后会比较烈，但是它就是它有甜味，是蜂蜜的甜，喝喝看。好奇妙的味道，好有点绿油精的味道，一点点绿油精的味道。你好奇怪哦，是不是因为 whisky 加蜂蜜？好 ，anyway， 这间是什么时候开的？好像开不会到非常久啦。反正好 ，anyway， 我们都觉得这间餐点很可以，然后酒也很好喝，然后室内就是它就是一个网美店，还可以让你到处拍照。因为我们今天都还没去拍照，刚刚人家都拍得很开心。我的脸不行，这么暗看不清楚脸啊。好，反正 anyway， 它的餐点是真的都很好吃，就是我们目前吃到就是都没有雷，然后酒也很好喝，推荐你们来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希望你会喜欢，然后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还有 follow 我的 Instagram， 才会收到我的上片通知。我是我们下次影片见，阿喵。